这个男人为了体验被人活吃的感觉，竟甘愿自当两脚羊，给变态食人魔享用。男人名叫阿强，他的妻子因厌食症活活饿死，为此的长期抑郁，每当看到妻子的照片都会陷入极度的悲痛。这天他像往常一样来到酒吧买醉，不料却被一个神秘人盯上。对方似乎看出他状态不佳，递给他一张名片，让他有需要可以打给自己。刚开始阿强并没有在意，直到他抑郁症再度发作，准备拿起匕首了结自己的时候，注意到了桌上的名片，鬼使神差打了过去。一番交谈之后才知道，对方名义上是自杀协助，实际上却是一个变态食人魔，显然是想把他吃掉。虽然有些震惊，可一闭眼就看到女友惨状的阿强还是没忍住答应了。第二天两人来到酒吧碰面，只见男人打开手提箱，掏出一份自杀协议让阿强签署。阿强刚开始还有些犹豫，直到看到妻子的幻影